我求咗个平安符俾你，希望你一切顺利平安。 我从来都冇同人讲过，其实我要。但我寻晚同你玩咗成晚之后咧，发觉我啲信心翻咗。你等我阵间赢咗个坐馆之后，我再翻嚟。你去做你嘅嘢先啦，有啲咩我哋迟啲再讲。 你等我。今日嘅选举作废，需要重选。 杨哥，得啊，喺度做紧咩啊？搬剧啫嘛，点啊你今日？想唔想都坐馆啊？今日真系峰回路转啊！本身咧我就输硬噶啦，不过好彩我贵人佢突然之间出现，帮我拆掂咗。同埋最重要系有你嘅平安符保佑咗我。关我咩事啫？你要多谢天后娘娘，记住还神啊！不如我哋食糖水再倾啦，好嘛？唔啦。 我哋一个东一个西，大谂都请唔埋。仲有车程啊，一来一回都要个几钟啦。我哋寻晚啱啱先通顶唱完 K 嚟，冇咁任性啦，浩洋哥。你试下而家去窗口度望落街。点解你会喺度噶？我同你讲过噶嘛，我话当我选完坐馆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会嚟揾你。 但我讲得出，我就做得到噶啦。行得未？今日晚我上嚟等你。哇！你想登门入室啊，浩洋哥？大华希，我好想见你啊！你系咪饮大咗两杯啊？唔系啊，我好清醒啊。我想同你讲，我觉得我同你一齐嘅时候咧，好舒服。 我同你一齐，我可以做到一个平时我做唔到嘅自己。你可唔可以永远都喺我身边？走，浩洋哥啊，我。 唔知系咪头先咧睇电视剧嘅时候，我睇得太入神，我而家头好痛啊！咪再讲啦。不如我上嚟揾你啊，好嘛？唔好啦，你早啲翻去休息啦，再讲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白老师，咩事啊？做咩咁耐先听电话？我头先冲紧凉啊，电话冇更新啊。唐浩洋有冇揾过你啊？ 冇啊，咩事啊？我以为佢今日选唔到坐馆，会揾你受苦，成几套料添。佢而家大把嘢忙啦，仲点会有时间谂起我呢？唔紧要啦，佢对你已经沉咗一半船，飞唔出你手指罅嘅。唔阻你休息，等你好消息。 早前我收封告密信，话有人利用卧底行动漏洞，进行一啲非法嘅勾当。卓凯，做嘢同黑社会冇分别。我想阿兜佢以后跟我。U.C. 同他嘅关系越好，越容易揾到罪证。如果你唔拒绝我嘅话，我都应承啦。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。